请你跟我哋翻协助调查。I C E C， 我哋警方应该成立联络机制，加强沟通，从而得到一个廉洁嘅警队。其实个阵容唔止咁少嘅，如果我想转做污点证人，可唔可以申请减刑？阿 Sir， 发生咩事啊？廉署嘅人要揾你。肃贪反腐的精神在于永不放弃，面对各种艰巨的工作绝不手软。廉政行动2014，快啲嚟特约影视店啦！